欢迎回来，新闻现场继续关心的是嘉义市的肢体障碍服务协会邀请会馆体验到水上活动，坐过到水上摩托车的朋友，都讲过程是真好耍、真趣味。嘉义市肢体障碍服务协会的理事长张天师表示，小儿麻痹和肢体障碍的会员行动真不方便，亲近海洋更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后来透过嘉义县体育会水中运动委员会第四海花巡航总队、嘉义县体育会独木舟委员会等等的单位协助学员的圆梦。今天非常感谢咱嘉义县水中运动协会，还有海巡署，还有很多的救难协会，很多的朋友来照顾、关心我们身障朋友、让大家能够来到这个海边这边游玩、因为其实我们肢体障碍的朋友，尤其是肢体障碍的朋友是、比如说我们到垦丁去玩的时候呢，因为安全的考量，大家都不会让身障朋友去玩这个特殊的海上体验、那这一次、我们的所有的单位发动、来全员照顾，那我们可以体验、水上摩托车、香蕉船、独木舟、还可以玩游艇、这是一个身障朋友最难得的人生体验。我们也真的希望所有的身障朋友能够因为这样的那么多的人的热情的关照，大家能够玩得非常愉快。那也让我们平常我们的教练所学的可以来那个协助这些我们的身障朋友，让他们体验不一样的生活，也感受一下水的一个，就是说带给我们来一个无限的一个希望。拥抱大海是一个人生的梦想，也希望这次能圆梦。张天师指出，学员伫咧布袋游艇港圆梦，和所有小儿麻痹和肢体障碍的会员有机会亲自来坐行水上奥特曼、香蕉船、气垫船、独木舟和帆船等等水上运动设施，都是安排坐行游艇出海观光，体验无同款的人生。最新新闻，准备新布袋镇彩虹报道。